扬帆采石华，挂席识海月，明掌无端倪，虚舟有超越。江明月，万古潮涌。这条奔流入海的瓯江，如同千年流淌的笔墨，书写着中国最美的山水诗情、人文画卷。温州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，这片历史悠久、文韵悠远、温情悠长的土地，孕育了生生不息、坚韧不拔的温州人。温州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，改革开放为这山水和江海带来了春的希望与生机。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，以先行者和探路者的姿态，白手起家，艰苦奋斗，一往无前。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，第一个专业市场，第一座农民城，一个个中国第一发展奇迹，如同绚烂的山茶花竞相绽放，万紫千红。
繁花似锦，大榕树枝繁叶茂。温州是一曲奋进的创业歌，闯荡世界四海为家的温州人，从榕树下走向全天下。商行天下，智行天下，善行天下，文行天下。地球上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，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。天涯海角，枝叶关情，奋斗拼搏的温州人，他们的根永远连着故乡的山水，他们的梦伸向五洲大洋，天边远方。有千一片雨飘落在故乡，再见那爱溪水映亮了脸庞，同守一份爱永远不分开，共追鳌江长，我们齐奔方。云照常历经千辛万苦，说尽千言万语，走遍千山万水，想尽千方百计，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，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温州人，逐浪鸥江，胸怀大海，勇立潮头。温州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，温州故事书写着中国传奇，温州模式丰富了中国道路，温州精神诠释着中国
国力量，并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发展，砥砺前行。想象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伫立在新时代风鹏正举，温州人豪情满怀。40年前，温州以先行者的姿态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奋勇争先。40年后，温州坚定扛起新时代探路者的使命担当，不忘初心，再出发，伟大复兴中国梦，温州正在努力奔跑，迎接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。万水千山不枉来时路，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，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，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。树高千尺，根深在沃土，
大地给我万般呵护，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，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。乡情，千秋家国梦，大江入海，心向祖国。温州和伟大祖国一起出发。